你好，老师和同学，我英文叫 Elena，可是我中文叫转驴。我是18岁，和我是大学生。我是新西兰人，和我的家人在乌克兰。乌克兰是很小，所以我喜欢开车给海滩。今年我学习 Global Studies，因为我想工作是这样的，现在正在学习5节课，所以我是很忙。我开始上午在8点是星期一，我也学中文。我学习中文是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觉得中文很难在上网学习。汉字特别难。我喜欢在晚上给家人打电话。我问我的两只狗，我的两个名字是 Laska 和 City。在星期五周六去上课，因为我住在城市，我的通勤是很方便。他大学是。10分钟。在周末，我和我的朋友喜欢去给试衣服商店。可是我别有多钱，所以我喜欢给买便宜衣服。谢谢你的倾听。